咱们接着往下说一下这个 map 啊。这个 map 其实它的后来用的是很多的，因为这个 map 呢，它属于这个键值对儿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很多的逻辑呢，都可以用键值对儿去实现。首先，你看一下定义，说这个 map 呢是构内置的数据结构啊，而且呢，它是一种这个无序的吧？哎，这里边它是无序的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这个 map 你给它加好东西了，你打印出来多次呢，可能效果不太一样，哎，它顺序会变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 map 呢，你必须这个初始化才能去用，不然你直接用它肯定报错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声明一个 map， 你不能直接用，你还必须给它初始化一下，也就是是不是给它 make 一下呀？对吧 ？make 初始化一下啊，这是注意点。那下边你如果想定义一个 map， 就根据下边这个语法，就是说 var 一个，你看还是 var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哎，这个 map 是关键字，关键字后边呢，它这括号里是 map 它那个键的类型，后边是那个值的类型 ，OK 吧？啊，键值类型啊。那么这里边咱们做一下这两步，一个是创建，一个是初始化，来。搁这里边先来个创建，创建，来第一个，第一个，比如说咱们先来个空的，来个空的 map， 那么空的呢就直接声明一下就行啊，比如说 var 一个 m1 map。哎，这个 map 呢，首先这括号里是它那个键的类型，比如说来个 int， 值来个 string， OK，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空的，你可以打印判断一下。你说这个 m1 是不是等于 new 是吧？哎，这肯定是一个 true， 你看给我飘黄了 ，true， 哎，出来了，这个是一个 true 啊。然后刚才咱们说什么呀？说你这个如果没有初始化，它这个使用是不是不可以使用呀？没初始化，初始化不可用。你可以试一下啊。你比如说这个 M1， 你给它这个第一个位置，不是，给它个键为一，一的话我给它个值，AA， 然后这个呢，你看这个你加好像也没事是吧？你再打印一下 M1。哎，你看这个果然是报错了是吧？他给你来个 panic， 他说这个 argument to entry in new map，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参数啊，你给想加到一个为 new 的 map， 这是不可以的啊，所以说这个是报错的，给他注掉。OK， 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创建空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就是创建正常的，这个创建啊，就创建吧。再来个 M2 的话，咱们这样写啊，你来个 map， 还是那个 int string， 哎，其实你这样写也行。然后你再来个 M3 的，哎，你给它 make 里边呢，把这 map 扔进去，这个都可以去创建啊。那么咱们打印一下这个2和3看一眼 M2 M3， 现在呢还是都是空的，没东西啊，你看都是空的，那上面打印一下 M1，你看都是空的，这几种创建都可以啊。那么这些创建好之后呢，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打印一下，这样打，你打印一下这个 M2 的一，你觉得是啥呀？M2 没东西。咱们打印一下啊。走，
你发现并没有搞错是不是？嗯。因为我有个这玩意儿，看到没？嗯。而且呢，这里边啊，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磁转类型的值吧？嗯。磁转类型值，那个磁转它是那个就不是空格就没有东西，知道吗？那叫空串是吧？嗯。啊，它是一个空串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找了一下这里边它键为一的并没有，所以说就打个空串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理解了吧？啊，这是这么打印啊。OK， 这是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咱们创建时你可以给它那个长度啊，再来外，给长度 M4， make 一个还是这个，给个十。哎，你这儿给十的话，它那个长度和容量都认为是十啊。嗯，就是说给一个参数，它认为俩都一样了。来，打印一下 M4。哎，再打印一下这个 M4 的一，觉得是多少呀？零。有人觉得是零，有人觉得是空。这个为啥还是死准吧？对。还是死准啊。嗯，这个还是根据它那个类型去判定的。来，接个代码。哎，这个 map 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属于很简单的啊，大家也就学一下键值对的这些操作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创建 map 的几种方式，给大家列了一下。小一点。下面还有个初始化，初始化就是给它你创建时给它赋点值，这就可以的。你比如说，搁这儿来一个，var 一个，m1 map， 然后 int 的键 string 的值等于一个 map， 这个就是声明并赋值啊 ，int 然后 string。直接给个括号啊，这括号是给它里边给值。比如说这个 map， 我直接给值啊，它的一，对，给个啥呢？给个啥？然后二，啥屌？一二啊，给俩值，然后你打印一下这个 m1。一二，再来一下，一二，你不给面子呀？我想要的是反过来。我这写的少了，你要写多点，它肯定立马就变了。对啊，不是他这确实无序的，你不给我出了呢？不是你这么写他也能出。不玩了。行了，你赢了，对吧？你赢了，你可以试一下，他确实是无序的啊。对，这肯定无序的。哎，这个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什么定义并初始化。然后还有那个，你看上面是不是把这个给我飘灰了呀？这都灰了，所以不用写啊。你第二个就是自动推导，你来个 M2， 然后冒号等于号，把后边一复制，这就可以了。这一打二，这一样的啊。行了，你不玩，不跟他玩了。你们自己玩一把。就喜欢这个款式啊。他觉得反过来这词儿就变味儿了，是吧？搁这儿初始化。好了，这个是前面这个什么定义啊之类的。下边接着。定义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东西怎么去操作啊，也就是键值操作。
在这儿建值操作。这个建值呀，无非就是怎么加、怎么减这些，怎么修改，是吧？搁这儿接着写吧。来，比如说定一个 map， 来个 m1， 冒号等于号 map， int string 啊，再给点值，一冒号个张三，二冒号个李四，然后如果说你想这个修改值的话，你看我上面是定义好了，你打印肯定是这个值。你如果想修改，就是 M1， 你直接取它那个键啊，直接取一个键，这个不是索引，这是键啊。然后给它一个值，张三李四，哎，你们都会抢答了是吧？哎，这个如果说你想给添加个值呢，就是它没有的键就算添加的啊。是你给个三。找四是吧？行了，那打印一下。那现在又是修改又是添加了。M1。走一下这个一二三。这个给改了是吧？改往五了，然后找四了。你就正着吧。来，再创建一个啊，再创建一个，比如说再来个 M2， 冒号等于号，这个 make， 把上面复制一下啊，也就是说上面咱们这直接给的，我下边用这个 make， string 给它个长度十，哎，咱们这个切片的长度，我这个随意指定，我就给个十。其实我们正规的话，你给写标准一些，一般这块写的是那个八、十六、三十二、六十四啊，一般这么去写啊，那就写个八吧。比如说这里边没东西，给个值啊，反正有键有值就行了。打个这个 M2， 比如说取个值，取个零，好，这个就是咱们基本操作啊，也就是添加修改，那大概这么两个步骤。 map 呢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啊，删除咱们下边说，删除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啊，就是一个 delete，直接就删了。截一下到这边，你看我这个必须严格按照我这个课件顺序来啊，这块就是修改和创建，下边是删除呀，这不能违反规矩呀，是吧？这个叫啥呀？叫课程标准化，是不是？以前好啊，这个编列和删除，这个下边是编列和删除啊，编列和删除，那咱们再写一个，就用上边这个 map 了 ，M1， 我就接着写吧，搁这儿接着写啊，上边这个 map 呢有点值了，我给它编列一下。编列的话，这块我们就直接还是 for range 就可以的。M1， 哎，这个返回的还是一样的，这个这个就不是那个 index 了啊，这个是一个 k 一个 value，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map， 它这个 map 返回的是 kv， 返回 kv， 那就是一个 k 一个 v， 对，你给它一打印。你比如说这个键是 int 百分号 d， 它对应的就是字符串，
对，然后这个是键，这个是 V，哎，这么一打印，看一眼。过去了。终于是乱了是吧？哎，终于被我逮着了。哎，这个键，这个值，OK 出来了。嗯，这是便利啊。然后便利的话，其实你这里边如果单返回一个呢？啊，看一下啊。啊，我就单返回一个，实际上它返回的是这个 K。嗯，那你如果再打印时，首先这个 K 就是 K，然后那个值呢，就是 M1 的 K，这不就初值了吗？啊，一样的啊。啊，这一样的。关于这个 map 呀，咱们在这里边，你还可以有一个操作，就是查看一下这个 map 里边有没有某一个键，这样的，就是说判断，这个很常用的啊，后边，因为你给它加键值，很常见的操作就是判断里边有没有某个键嘛，对吧？这个是判断，对，判断 K 是否存在，会说你就多说点呀。这个 M1 是吧？M1 判断，比如说判断，咱们看有啥键，一二三，那判断个一，哎，它这个东西啊，会直接，这是里边写好的程序啊，会直接给你返回一个 value，还有一个 OK，这个是固定的，你也变不了。就是说返回俩东西，这俩东西呢，value 代表的是 M1 对应那个值，然后 OK 呢是代表 M1 有没有值。懂吗？那你这么一返回，你如果写代码的话，就可以判断 if OK 怎么样，或者 if 不 OK 怎么样，对吧？来写一下，这个 value 是 M1 一对应的值，这个 OK 是对应值是否存在？那咱们打印一下啊，printline，OK，首先它这个 value 等于这个 value，逗号搁一下，然后这个 OK 等于 OK。这应该是个 true 啊，true，然后它对应值呢是 W，你给来个没有的，来个五，你看这个肯定是空了，没东西，然后 OK 呢是个 false，哎，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操作啊，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想删除的话，就直接搁下边 delete 这个删除，删除直接 delete，咱们看 delete 参数啊。这个 delete 呀，它是这样的，前边第一个参数传的是那个 map，然后第二个传的是 k 吧，是这样传，那我们就根据它写的，第一个传 map，也就是传这个 M1，它有一个一，哎，删完了我给你再打印一遍 M1。OK，你看这个删了，删完之后打印没有一了，二和三了，对吧？这是删除啊。来，截一下。搁这里边。其实咱们这个前面学一些结构呀，后边用的最多的，也就是切片、map，还有结构体，这仨是用最多的啊。切片也就是一般像数组、像列表一样去存东西，然后 map 就是键值，然后那结构体呢就是对象，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个 Go 语言啊，它没有别的语言那些class，它没 class，这个结构体就相当于 class。先存个。